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哈，这边哈叫做开双根号 ，S 有几个根号？两个，麻烦你把它开双开出来行不行？开双根号一个条件，前面一定要几倍？两倍。若开始来怎么开？你先观察一下，35可以分解，可以，它可以分解成一乘35，五乘七。那哪一个相加会是12？五和七。七，所以说这时候可以开成五和七，把五和七大摆前，小摆后，中间加号就什么号？加号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也是一样，开双根号时，这前面要几倍？两倍。再来看一下24怎么分解，它可以分解成一乘24，二乘12，三乘8，以及四乘6。哪一组相加会是 14？ 2和几 ?12。所以可以分解成2和 12， 把2和12大摆前小摆后，中间加号就加号，所以开出来是2根号3加上根号 2， 这样行不行？这也是一样，这怎么开？麻烦你开双根号前面要几倍？两倍，这样行不行？问题啊，这是不是两倍？没有，那怎么做？来告诉我，12可以分解成4乘3，开出来是2根号3，行不行？你们两倍有，所以3可以分解成1乘3，1加3根号是几？4。所以分解成1和3，把1和3大摆前，小摆后，中间加号就加号，算出来是根号3，再加几？1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也是一样。开双根号前面掉几倍？两倍。有没有两倍？没有。麻烦你先伸出两倍行不行？来，怎么伸？根号12是几？4乘3。所以说这时候可以伸出2根号3。但是请听清楚，我只要两倍，这5在这边好不好？不好。所以把5给丢进去好不好？5可以写成几？根号25。乘上根号 3， 乘起来是根号 7，75， 这样行不行？有没有两倍了？有，对吧？所以说这时候75怎么分解？1乘 75， 3乘25，哎呦，3乘25， 3加25是根号就28了。所以说它直接分解成3和几？ 25， 把3和25大摆前，小摆后，中间加号就加号，所以算出来是5加根号3，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也是一样，开双根号前面要几倍？两倍。有没有两倍？没有。麻烦同乘两倍行不行？同乘两倍变4减2根号3，对吧？你把这边同乘两倍的时候，底下除以几？ 2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时候把它拆开来写好不好？分母地方可以写根号2，分子的地方是根号4减掉2根号3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观察一下，根号2不动。好，把上面开双根号，有没有两倍？有。3直接分解成1乘3，对吧？把1和3大摆前，小摆后，根号1老师就直接写起 1， 中间减号变什么号？减号。把有理化，上下同乘几？根号2。变成二分之根号6减掉根号2，这就答案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哈，把这边整个把它怎样看一下 ，OK。